17号14点44分，这辆车行驶到十大关乡超限站附近停了下来。几秒钟后，前方100米左右的山体突然崩塌，伴随滚滚浓烟，大小石块不断从山上滚落下来。前面车辆内的人员迅速弃车撤离。第一次崩塌后，一名穿白色衬衫的男子与周围群众站在原地观望。但仅仅过了几秒钟，山体发生第二次崩塌，这名男子迅速跨到路边护脚墙下躲避飞石。就在此时，画面左边一名正在奔跑撤离的女子被飞石砸中倒地，随即被一同撤离的好心人扶起。这时山体崩塌仍在持续，飞石滚落的面积不断扩大。这名穿白衬衫的男子立刻跳进路边的排水沟，紧贴着护脚墙站立。就在他跳进排水沟的同时，一块飞石砸中了行车记录仪所在的汽车的挡风玻璃。在画面左边可以看到，有群众不断从山体崩塌的地方撤离出来，而这名穿白衬衫的男子一直躲在护脚墙下。他看了看膝盖上的伤口，正打算离开时，一块大石头突然飞了出来，险些砸中红色汽车右前方另一名正在撤离的男子。这名男子迅速跳开，躲过一劫。常年工作在这一片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者提示，山体崩塌会有一些征兆，可以根据这些征兆及时避险。首先，可能会有小的落石；第二，山上会冒白烟；第三，动物行为异常。如果在行车过程中还没有进入塌方危险区，要立即停止前行。如果已经在危险区域内，要尽量保持冷静，观察落石的方向，迅速向落石方向的垂直两侧撤离。